假期大鱼大肉吃多了，可以给家人做一锅这样的酸辣汤，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喝。首先嫩豆腐先切片，再切成细细的丝，水开以后倒入豆腐，还有各种爱吃的配菜，再放一袋这个调好味的酸辣汤料包，这里边还加了冻干的豆腐、香菇、木耳、油盐酱醋，啥都不用放了，煮上两分钟，再淋入一个鸡蛋液，撒上香菜就可以出锅了。酸辣过瘾，连喝两碗都不够。